好，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首先感谢所有直接跟间接发心的人，佛教需要七众弟子一起同共发心，所以我常常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钱没有力，要心生随喜心，大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然后请看幻灯片，还记得这一张吗？昨天的很可爱哈，对不对？是不是听说昨天有些莲友比较忙，也有些是今天才听经的我们呢，我想每一天都会像有流水一样都有新的旧的学员，大家来学佛法。好，请打开这个共修的课本今天我带大家再诵一次经，明天我就没有诵，因为明天我要赶一些进度，明天我会再放一次尼泊尔朝圣短片，请看127页。127页，没有的话请两个人一起看好吗？这是出自于《无量寿经》的经文，请看127页，请合掌。当念三称莲池海会佛菩萨的时候，要很虔诚的合掌，然后当念完以后，你就可以放掌。放掌完了以后呢，都一直念到结束。好，为自己跟历代祖先跟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很虔诚地念这段经文。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东方诸佛刹数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王力无量受难西北四为上下一佛燃前一尊中心奉主真妙共唱法和雅音歌叹罪九大神通会犹如分法门闻佛神的名安闻的大礼中中供养中勤修无邪卷观必殊神察微妙难辞以空的普庄严诸佛国那彼因法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经中众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松顶如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为是会一切众无情生欢喜佛于凡类
神把阴长妙，神是方来真实，不息之彼愿之求眼净土，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诸诸妙缘，彼身如是，刹之度如影相恒法弘誓，行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求身菩提心，受记当作佛中大诸法，行一切果，转求经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乐受，心得智清净处，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诸神刹即佛本愿，离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智远远即过，无一不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居林等彼岸，观一佛非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果若不忘喜修福慧，于此真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时何教邪见，艰难行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出，暗不能开道于他，路未曾于佛之中山，就是之心方能修。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法，决定往生极乐国，加持大国满三千，成佛为德喜乐，超如来身光智慧，还为佛与佛乃能知身闻一切是佛，知清其身离莫能测，如来功德佛知之，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心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心造不现等彼岸，是故破问诸知识，应信我教，如是言，如是妙法心地，闻因常念佛而生，悉受持广度生死，了佛说自然真善有，南无大恒普贤菩萨，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萨南无大恒普贤菩
萨那摩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耶陀达毗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达摩毗阿弥利达毗迦兰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达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大揭陀耶陀帝耶陀弥利多婆阿弥利达悉达摩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帝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达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多耶多帝耶他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达摩毗阿弥利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达迦利娑婆诃。很好，各位念得很庄严，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课本176页，昨天讲六字大明咒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讲这个功德的目的是要让你升起广大的信愿行。好，请看幻灯片，今天入会场的时候有放大准提神咒，是由台湾谛听文化出版社，谛真谛的谛，听是声音的听，然后有很有名的义婉居士，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在家居士，他叫梵唱利人天，他的声音很庄严哈。然后刚才给各位听准提神咒的功德，听了音乐，那今天会介绍到准提菩萨，后面的经文会正式介绍到他的修法。好，请看幻灯片，这个丁巳较量六种陀罗尼功德分为十二，其中看第七段，胜过无数的这个绕山，绕山就是山呢一层一层的环绕，叫绕山。请看经文，善男子又如金刚瞿山王，高有九万九千御善那，下有八万四千御善那，比金刚沟山王呢方面呢各有四方。刚才讲上跟下，然后现在讲四方各有八万四千御善那。那有一个老人，哎，昨天好像讲过这一段对吧？没关系。好，有一个老人，他不老也不死，经过一劫的时间绕着这个山这样绕绕一圈。好，没关系啊，坐。有一个老人绕这个山，好，这样绕绕绕绕绕绕呢，经过一劫这么长而得才绕一匝，表示说这个山非常的广大，因为他花一劫的时间才能够把一圈给绕完。如是的山王，我以教师加一，教师加一呢就是这个佛啊，他的袈裟呢称为教师加一。那教师加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大梵天王第四天也叫教师家。好，须菩提对着释提桓音是说教师家，教师家就是对他的名字而说的。那这里是说佛陀他以出家的袈裟教师家一呢，都能够啊把这个所有的山王啊
都能够这个全部给浮尽无余，就是把它摧毁，或是把它好像擦桌子的一样抹布把它全部擦干净。那表示说这个这么大无量无边的山，中国讲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比一山高，那这些山呢它都可以把它浮尽。可是呢若有圣弟子以信愿心念六字大明咒所念一遍的功德呢，我是无法说出它的数量的。接下来再看第八，然后胜过无边的海水，善男子又如大海水。佛经里面常常用东南西北四大海水，深有八万四千御善那这么深，然后洞口呢有非常宽广无量，我能以一毛端呢、滴尽呢所有无余。意思是说大海水非常的大，现在有个洞口，那我现在用毛沾大海的水然后这样滴啊，我这样的滴出来的数量啊，佛陀说我可以算出多少雨滴，就像下午一样，新加坡午后雷阵雨下很大很大的雨滴，不是只有新加坡，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雨啊，下一天啊，释迦牟尼佛可以算得出雨滴是多少。佛陀说若有人呢念一声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功德是比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雨的功德力还大，你很难想象哈、对不对？举一个例子啊，各位现在看不到天空没关系，跟我做个动作，头抬起来，放下，再抬一次，放下。你出去试试看，你头抬开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新加坡的天空嘛，整个新加坡国家的天空。你可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顺着天空的天际一直看，你可以看到台北的天空吗？看不到，表示呢虚空是无有穷尽的。所以佛呢还说明呢这无量无边的功德常常用虚空。第九，胜过无数的树叶，善男子又如大师利沙树林，我能数出这个树林里面森林的这个所谓的一一的树叶啊，新加坡听说赌场旁边有很漂亮的什么一个公园，对不对？ Marina Bay 是吗？这里面有很whatever 就是那个 Bay， OK， 可见师父不是新加坡人， sorry， 那里面种了很多很多树，对不对？现在一说那个树里面的所有的树林啊，佛陀可以算出森林的树叶，树叶一片一片乃至一掉落下来。然后呢可是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呢念此六字大明咒一片的所有的功德啊，我却不能说尽。好，这里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专听佛陀在世的时候叫做一切智者，他所有东西都听答。当时印度也有一些科学家跟外道会跟佛辩论，刚才讲到一个树叶，有一个就是认为读了很多书又很聪明啊，他觉得佛陀啊都是呢乱掰的，乱掰的意思就是说随便呢编一编一些created some story like that。 然后呢他有一天就跟佛陀说，佛陀请问你现在打坐上的树叶你知道它多少数量吗？他说我知道啊。真的吗？真的吗？他故意提拖时间，为什么？刚好风吹来了，一吹的时候刚好啪啦啪啦就掉下来，他就问佛陀，请问佛陀现在掉完树叶以后，树叶上的树枝上的树叶还有多少树叶？结果佛答一打，他吓了一跳，因为他自己有一点点外道一点神通，他可以算得出树叶多少叶。最后 佛陀就对这位善男子说，善男子啊，你纵使知道这个树叶啊多少，可是佛教所追求的不是外在的数量，就算你知道外在的数量，可是它没有办法帮助你解脱生死啊，对不对？就算你今天来挑战我，故意问我说我可以算出树叶来，对不对？可是啊，那个数字只是一种知识，并不能解决你心中的贪嗔之烦恼。佛陀就为他说法了，后来就他就成为佛教徒了。好，所以呢佛陀是一切智者。有些人会怀疑啊，但是对不起，你不用跑来考师父。师父，你禅定的时候知不知道叶子有几片？考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明啊，佛陀他是一切智者，
所有的天文历史地理他都清楚。再请看务实等同不退菩萨的功德，这个请做一个记号，非常非常重要。有位莲友待会问到我一些问题，请看善男子又如满四大洲所有安住，有善男子善女人童子童女，童子童女就是指青春期以前非常纯真的童男童女，如是一切的人都证到七地菩萨的果位。好，请看一下，在这里各位若去读华严经，华严经有叫做十地品，说明菩萨有十地。其实我们大乘佛法应该学，假如你问师父南传佛教学什么，学四圣地、十二因缘跟三十七道品，这是他们三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再讲一遍，南传佛教学四圣地、十二因缘跟三十七道品，而三十七道品是大乘跟小乘的桥梁，写在大智度论里面。那三十七道品是小乘跟进入大乘的桥梁，所以南传的人学三十七道品，大乘的人也学三十七道品，但是大乘的人会加上空观，所以他解释三十七道品的意义会深广。接下来你就会发菩提心，行六度波罗蜜，接下来写华严经十地，这是你要修的阶位，也就是呢Ten stage Bodhisattva path， 就是华严菩萨道有十地 ，ten stage。那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各位有兴趣可以上佛陀教育基金会。以前我讲过十地经论，啊，那这个是很博大精深的，非常的殊胜。然后第一地叫初地欢喜地，就像初一的月亮一样，一看到月亮，哇 ，Moon Festival。请问中秋节你们都在干嘛？烤肉、吃月饼，还有吃柚子，对不对？喝茶，家人 family gathering 或是 friend gathering 很好。可是呢，华严经譬喻初地欢喜地菩萨就像看到初一的月亮，真正看到的月亮代表他见到的真理跟佛陀所见的真理是同一个，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欢喜。那这时候欢喜同时他会有什么功德呢？就会看到100个世界的佛出现，同时100个世界的佛放光为他说法。善男子善女人，你经过多生多劫的修行，终于从凡夫进入圣人的位置，就像好像考上大学一年级 freshman， congratulations， 而且你证入成为欢喜地菩萨以后，你永远不会退为凡夫，因为你有圣人的功德。就好像你好不容易经过很努力考试，经过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你考上了不管哪个科系是一年级，那恭喜你，你就有这个什么学历，对不对？ qualified。 然后呢读二年级三年级，所以看呢初地二地三地四地配百千万十万，我再讲一遍，一地二地三地四地配百千万十万。那换句话说，那三地菩萨他就可以看到10000个世界的佛通通为他现前，而忘了说法，这个不是幻境，这是华严经里面说菩萨升起的功德呢还而显现的。那传说古代的经论记载，现在过一两天我会介绍，以前我也介绍过日本的空海大师是华严会上三地菩萨承愿再来的，所以他是大菩萨，得到日本天皇的护持，在日本四州九国建了88座寺庙，那根本的寺庙在高野山 Koyasan。 我今天会介绍一点点，明天也会介绍图片。好，接下来，好，现在一地、二地、三地，那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看这里，一、二、一、二，都会进进退退。但是进进退退是什么？是在法义上的辩论。他们是无我的圣人，然后呢，他们无我，但是法义上呢，他会辩论，因此他一地、二地、三地也会退，退退退，但是退的最低只会到初地，不会退为凡夫。
因为他已经是考上大学了嘛，就不会再去回去读小学的，了解吗？所以他华严经写一地到六地啊，会进进退退啊，到了七地，这里讲我八地就叫做不退转地，也就是说你要修到七地跟八地菩萨以后，你就不动地了。待会我会介绍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悲观音菩萨各位读过大悲心陀罗尼经，他在千光王进驻如来的时候是初地菩萨，听到他老师为他讲大悲神咒南无何来丹来多来呀，也一直念，然后他一念顿超越八地，八地。所以古来经论有辩论了，有些说七地，有些八地啊。这个经文你写是七地就是不退转，叫不动地；八地也叫不动地菩萨，叫unremovable the stage of the bodhisattva， 是不会退转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说，众生生者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是八地不动地菩萨，叫阿毗跋致菩萨啊。我就先介绍到这里，不要介绍太复杂啊。这是说明华严经有十个阶位，到了八地以后，九地、十地，十地是弥勒菩萨法云地，新加坡佛牙寺雕的造像就是法云地菩萨，十一地菩萨就成佛了。有些经论还分得更细，说要到十三地，不过一般说十一地就是就近成佛了。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四大部洲所有的善男子善女人通通都证到八七地不退转的菩萨，那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并不只是你教化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修阿罗汉而已啊，并不是只有只是说你教化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只修五戒十善而已。注意听，三千大千世界就不只是新加坡啊，也不单单是指五大部洲，哎，所有银河系恒河无量无边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都证菩萨，那功德不是更大吗？可是现在有一个人呢，若真正的合掌念信愿行念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啊，跟他是等无有异的。注意听，前面的经文都是指超过他，但是这里啊是指他等无有异，是指平等无二的意思。好，请看，现在看图片。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当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就有莲花化身，这有七宝池八功德水，然后呢你就永远脱离了这父母的血肉之躯，用莲花化身。莲花代表菩萨的因，六度万恨的因，而莲花跟莲子花开的时候就有结果，代表因果同时。好，接下来再看中间有一个大菩萨，是在家大菩萨，他留头发，他就是八地不动地菩萨。那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讲经，第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证到八地不动地菩萨是谁呢？韦提希夫人，她是国王的皇后，所以在家居士也可以证到八地不动地菩萨，这个叫无生法忍。好，在这里有一位佛友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在这里回答。师父请问，亲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在莲花里，还没有花开见佛，假如家属在世间又很难过哭泣，请问会影响他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吗？假如他还在莲花里，请问他有天眼通吗？或天耳通吗？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是一位师姐问的，因为后面呢你说你的先生往生了啊，待会我回答哈。第一啊，在莲花里的话，他有天眼通跟天耳通吗？暂时还没有，他要花开以后才会有。那这个所谓花呢啊，请看花，有些花苞盖起来是因为你过去的邪见或怀疑，或是你过去毁谤过其他教派的佛法，虽然你很有福报，你也想去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到了极乐世界结果你还是莲花化身了。好消息是什么？你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你不会再回来投胎，但是你的花没有开是因为你的业啊还没有忏除。那这时候阿弥陀佛会怎么度你呢？它会变成水鸟树林。各位读过阿弥陀经，微风吹动七宝行树，对不对？
演说苦空无常无我，它会变成嘉陵频伽，白鹤孔雀嘉陵频伽之鸟飞到莲花里为你说佛法，继续为你讲经说法，但是你没办法出来，但是你在里面还是可以修行。你这边问了一个问题，假如在世的家属很难过，会影响在他去西方的修行吗？答案不会的，十万亿佛国土离你已经很远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第二，如果他在极乐世界已经花开见佛，家属在世间放不下还是哭泣难过，又会影响他吗？答案不会，你会影响你自己。所以说他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他的心会意念你，但是因为极乐净土的功德，所以他不会受你影响，他也不会再继续轮回。他说，师父请你慈悲，做总回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帮我的先生某某某也回向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谢谢你的慈悲。我说不会过分，那天我看到你的纸的时候，晚上呢，哎，第一天讲经完我就帮你回向了。所以各位师姐不要太难过，你好好修行，有一天你也会在极乐世界见到你的先生的。好，看下面经文。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先看一念顿超越八地。好，这个那天介绍是韩国佛国寺的千手观音，非常非常庄严。我再放一遍，韩国的佛教呢保留我们唐朝的造型，所以它背后都是呢 very colorful 的多彩多姿的壁画，前面是用木雕所雕，而且全部漆金漆的这个大悲观世音菩萨。那日本跟韩国这两个民族，对于文化保存非常的好，这一点我们要赞叹跟学习，比方说日本人真的呢非常重视文化。各位不要介意，师父现在可以坦白说，老实说我不太喜欢日本人，因为我们的家族的家族遇过南京大屠杀，我的爸爸讲过给我听，很残忍的。还好我学佛了，我觉得那个是众生的业，哎，你去恨他们也没有用。好，学佛应该，我昨天讲，心量要大一点。有些人对日本人会特别排斥，有些我们台湾呢特别站起来要反抗韩国人，不需要这样，大家都是四海一家人。那我们要赞叹人家的优点，就要真诚。比方说日本人，他把佛像，从木头切下来，他会研究是松木还是黄杨木还是檀木，切下来以后要经过怎么处理水，然后要怎么泡防蛀虫，然后再漆金漆，它可以保留300年、500年或1000年。这次呢，我去，日本唐招提寺，鉴真和尚，我看到唐朝保留到现在的佛像，哇，我都感动得流眼泪了。鉴真和尚是律师，他60岁瞎了眼睛，还到日本呢去传法，最后呢，他90几岁的时候从日本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你看，就是说日本人他对于，整个文物，他有一个文化部，每隔3年5年就会把大殿全部维修，而且日本很多的这寺庙都是用木头，佛像全部都是木雕的。那大家知道木雕一定会有潮湿啊，会蛀虫，但是呢它维修的非常好。同样的，韩国的也如此。请看这张以敦煌造型画的千手千眼观世音的菩萨的壁画，观世音菩萨是有的留胡子的，前面呢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站的，金色雕像。所以你去韩国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亲切，为什么？因为它跟我们台湾新加坡还有香港这雕的佛像很靠近，因为它保留中国唐朝的风格。那这些寺庙呢，很不幸在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上呢，全部都毁掉了。反而呢，我们要去看到日本跟韩国却能保留文物。接下来，所以当时，在建商业经社的时候，我就决定建，供观世音菩萨。这尊是从中国四川而来的，然后呢而雕的。那一般千手观音是站着，可是这个是坐姿，然后它有11地。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遇到他千光王净住如来的时候，教他念大悲神咒，对不对？南无何来丹来多来牙耶，就他一念顿超越八地，所以写下来念大悲神咒，凡夫可以证道不退转。释迦牟尼佛不会说这个世界众生修不到的法门，然后他就变千手千眼，
这时候当然藏传版本跟大乘版本有一点不同，我先讲大乘啊。那大乘的时候呢，他就对着他的老师最头顶阿弥陀如来说，哎呀老师啊，我很难过，我无量劫发愿度众生来啊，度了呢，哎，从三恶道度到天人间，人间度到天上，他们进了又退，退了又进啊，就像大海里的鱼一样啊，被捞起来以后又掉下去，捞起来又掉下去啊。众生碰到有困难的时候呢，都有脆脆念，脆脆念，脆脆念啊，不，这一段是我加的，对不起。意思是说众生有苦难的时候都来求我啊，我都满他的愿望，可是当我的灭望满完了以后，他又继续轮回造业了，我放弃了，我不想救度众生了。这时候他老师说，善男子不可以，菩萨受了菩萨戒，永远不舍一切众生。那他就问他的老师，那可是我要怎么救度他呢？这时候啊，千手千眼的大悲神咒念完以后，他头啊就列为啊这个很多瓣，那千手千眼就出现了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万咒之王。这时候大悲观音菩萨从啊两个眼睛掉了两滴眼泪，有眼跟右眼跟左眼，一滴掉下来就化为绿度母的化身，一滴就化为白度母的化身。这是西藏的说法，然后他们管得很好，这绿度母管消灾免难，白度母管健康长寿。所以西藏里你遇到困难，每个人早上起来会叫你念嘛21绿度母祈请文。因为在西藏的物质生活，有时候会打雷，有时候会地震，有时候呢会有很多外在大自然的灾害，所以他们每天早上起来是念21度母祈请文，然后就念 Om Mani Padme Hum。那假如你这个人特别生病的时候，他就会建议你念白度母，因为白度母管健康跟长寿，可以有白度母长寿仪轨啊。其实这些都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简单的说，长咒是大悲神咒，短咒是六字大明咒啊。那我多说几句，你修大悲观音法门，你真正要有感应的话，要心越清净越好。待会会介绍准提菩萨嘛哈，我再讲一遍，你修大悲观音法门，身心啊，不论在家出家，你能够持戒，能够吃素，能够守斋戒，你越清净啊，你越愿意跟观世音菩萨相应。假如你的烦恼心很强，你虽然念大悲神咒或六字大明咒，力量可能会弱一点，是因为你的心杂染心像大海里波动的海水。那有些人他可能会说谎，也能会偷盗，有人遇到酒，有人遇到葱蒜，有人遇到漂亮的美女帅哥男女，他很难控制，怎么办？待会有办法，后面观世音菩萨还会有另外的化现。好，请看悟十一，请看经文，胜过无数的雨滴，善男子又如除12个月年遇到闰一，闰一就是 moon calendar 哈，是遇到闰一跟13月，以除了闰月为算的话，那因为我们一般现在算的是12个月，对不对？不管你是用中国的 moon calendar 或是西藏的 moon calendar， 以前印度本身也有，有时候你会发觉每隔几年会多一个月，那就是闰月。时间有多长呢？足满天上的一劫。好，各位有空可以去查，佛教有33天，我们这一层天上去第一层天叫四大天王，天上的一天呢，跟人间的时间不一样，天上的一天跟人间的时间不一样。举一个例子你去查哈，因为它有33天，很多有些天上一天呢的人间要100年。所以有时候你就问，哎呀，我的祖先往生了，怎么都没来回来呢？没有办法，因为他身上天上一天了，一天过完是人间100年呐，他当然还没有告诉你嘛。因为我们人间的寿命是比较短的，有些天上一天呐，人间是300年，知道吗？所以天上跟人间的时间是不同。各位可以 Google， 也可以去查佛学大词典。啊，他现在讲天上有一劫，那人间大概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吧。在其昼夜当中下大雨，昼夜下大雨，就像今天下午新加坡下大雨啊。善男子，我释迦牟尼佛啊，
还有莲花上如来都说，我能够数出他的雨滴，一滴一滴有多少，三千大千世界都下雨。可是若有人念六字大明咒，他的功德一变啊，是胜过于比三千大千世界经过这么长的昼夜所下的雨滴是不同的。好，待会我会给你看一个短片，因为又讲到海，又讲到雨滴，待会会给你看一个短片哈。先让我经文讲一段，接下来看第十二，胜过供养无数的如来，与汝意云何呢？与意云何呢？你的意识、想法跟看法如何呢？就是 What's your appearance？ 这样讲，善男子，又如一聚之数的如来，在于一处，经过天上一劫这么长的时间，一聚之如来就是不止一尊如来啊，有无量无边恒河沙数的如来啊，都同时在一个地方聚会。经过的时间有多长呢？有天上一劫，也就是人间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若有佛弟子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跟敷座，然后各种生活上的受用之物，种种的虔诚供养刚才这么多这么多的如来，那所种的功德有多大呢？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讲到这里，让我想到各位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很流行要供南传的袈裟，一年一度的供啊，出家人的袈裟节，很好。但是我告诉你，你念一次六字大明咒啊，其实所供的袈裟是比他们的功德大的，这是真的。注意听，我没有说你不要供袈裟哈，你们常常会听错，我全程录影啊，有证据 evidence， 没有开玩笑。意思是说，一个人对三宝升起功德啊，一年呢愿意升起在三宝未在劫的时候升起供袈裟的功德很好。但是为什么说念六字大明咒功德比你大呢？写下来，因为你供袈裟是有数量的 limitation， 有 numbering， 可是这里念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是 no limitation， unnumbering， 这样懂我意思吗？就说一个是物质的功德，一个呢是超越物质的功德。所以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数量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不但是我，今天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呢宣说这个功德，当我起定中呢升起来的时候，事实上有无量无边的世界以无量无边的诸佛啊，也都在宣说大悲观音法门的功德，所以总说它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佛为什么要讲这些功德呢？因为他要让你升起对这个六字大明咒坚定的信愿行。因为我们凡夫常常会佛，在比喻这些功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真的这样吗？假的那样吗？应该没有这么大吧？我们都会用自己凡夫的想法，答案是写下来，写在旁边，只有佛才知道佛的境界，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猜。就像你不是新加坡的总理，你绝对猜不到新加坡总理想什么。同样的，以此类推，你也不要去猜国王他想什么，写下来啊，我叫你写就写。同样的，做弟子的不要去猜你的师父在想什么，你一定猜错，因为你不是师父。同样的，做弟子不要去猜上师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的上师是这个意思，不学的根本不是人，那是你的意思。师徒之间会有 misunderstanding， 就是你喜欢I suppose you know， you should ask， friendly ask， 所以英文叫做 confirmation 嘛，确认呢，像你订机票一样，你为什么要 confirm？ confirmation。 同样的，师父跟徒弟之间沟通的时候要有 confirmation。 我举一个例子，商业精舍我们为你做这个短片的一位我的学生叫秀慧，他做了8、9部短片，今年是第10部，由新的人接手，他也参与。他就一个很好的优点，注意听，他在远传电信工作，也就是你们的手机公司。他每一次呢，师父跟他讲完话，他都会跟我说，师父等一下， Can I repeat your main point？ 1、2、3、4。有时候我是讲中文，他听完竟然会听错。
我说 no, 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会听成这样，师父没有叫你那样做啊。他说哦，我以为你要希望我去那么做。我说所以问题就来了，你都是我以为你希望我这样做，这个就是烦恼，这个叫什么？妄想分别执着的第一类妄想。 Mind is very messy。 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一直到现在跟师父七八年，他夫妇都是我的学生，对不对？所以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这就是什么？好的工作习性里面呢， repeat the main point。 有时候你也应该跟老公跟老婆呢要确定， Can I double check？哎呀，老公老婆了，睡这么久了，你怎么会不了解我？我怎么了解你呢？你会变啊，知道吗？然后呢，有时候爸爸妈妈也是这样，问小孩，小孩长大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想法，你要 friendly ask， 这个很重要。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很多 misunderstanding？ 就是你的，哎呀，应该是那样的，哎，天底下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哪有这样？只有你认为是这样。了解吗？最后我再讲一遍，不要用你的想法去猜你爸爸妈妈想什么，不要用你的想法去猜师父想什么，你一定猜错，因为你没剃头。第二，你更不要呢想用你的想法我猜我的上师是什么，答案你没有，因为你的上师是开悟的，你是没开悟的。了解吗？这是很重要的哦，这段经文里面我要讲的。好，接下来不用关灯但是我这部短片我会放两遍，注意听这是台湾一个 smiling fish， 我会放两遍，第一遍我不讲话让你自己看，它只有音乐没有图片，它从台湾呢得过欧洲德国这个短片设计第一名。第二次的时候我会介绍它的意思，然后好，等一下，我的软体又告诉我要 upgrade， 现在人都要 upgrade。 好，请看，叫 smiling fish， 然后呢我会放两遍给你看，因为他已经得奖也在 YouTube 上公开，所以师父这样介绍是已经公开，好，你也可以看得到。好好，他心慌，替他体验世界狭小，我带他攀越山顶，教他十足的恐慌。然而他不懂，他只是我的朋友，不需要完完全全的了解我。然而他不懂，他只是我的朋友，需要真真切切地变成我。他只是他从一开始就一无所有的朋友，他只有透过房间的光读懂我的不自由，他只是深情地看着我，像宠物一样的守护。看到了吗？好，等一下，哎，请音乐再开大声一点点，师父这边控制好不好？谢谢您，谢谢。好，好，这 smiling fish， 好，有一个孤独的老人。有一天，他经过店里，他买了一只鱼回去，因为他非常的孤独，不管对吃饭、看电视、洗澡，他都跟他在一起。结果他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了，梦见所有的东西都在移动，他鱼跑掉了，他追呀追，穿过了家，穿过了桥，这个桥代表生死的边际。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小时候，小时候他还有伴侣，
可是他现在却没有伴侣了，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觉得 very lonely。 然后这时候在做梦当中，他发现他自己便在鱼缸里，看到了吗？ naked， 然后外面都是鱼，他就快受不了了。哇，棒的一声梦醒了。他想，假如我是鱼的话，我真的会喜欢住这里吗？最后他决定呢，把这只鱼放到大海里去了，因为所有的众生都希望生活在大自然里。结果他放完这只鱼的时候，他的鱼却跳回来了，很想念他，还亲了他一下。很短吧，掌声鼓励一下。你可能还搞不清楚为什么师父要放这个哈。佛教若放生能够做这样的话，哪一个人不会升起慈悲心呢？从教学的角度来讲，我看过中国大陆有些人竟然到屠宰场去拍全程录影，然后血淋淋的照片，然后放在学校里，这是不适合的。就像师父现在讲经，从教学的立场，我绝对不会放呢这个所谓的暴力色情或恐怖跟血淋淋的照片，这是不可以的。因为 you will scare everybody， 没有错， it's true that happened sometime and somewhere， 它真的曾经发生过。各位也不知道啊，不管你有没有吃素，你有吃素也很好，没有吃素，你所吃过的动物呢都是被经过处理过的，你真正知道呢处理的过程是非常残忍的。所以因此佛陀告诉我们啊，一切的众生啊，其实他都有佛性。那我觉得佛教进入现代化，你会看到基督教、天主教还有其他宗教，大量的人都会愿意投入。我也公开呼吁好了，谁愿意发心做呢法华经呢，还这28平行的多媒体动画。我看过东南亚有流通过法华经七个譬喻，不过呢 quality is still needed to be upgrade， 还可以加得更好。善财童子53餐也可以做成为多媒体动画，对不对？大乘庄严宝王经啊，听说海涛法师的生命电视台也有做成了这个多媒体动画，哎，我看过也非常赞叹。其实佛教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才，佛教的功德不是只有诵经拜忏然后呢念经跟念佛而已，很重要，这是 foundational practice。 可是佛教需要更多的人去发心做不同的事，这是师父放这部电影给你看的用意。第二，你看他呢可以描述说，一个孤单的老人，他需要鱼，可是当他做梦的时候才发现，他变成鱼缸里面的 naked swimming person， 外面全部都是鱼，结果他吓醒了。所以梦啊，虽然是虚妄的，但是梦也可以显示一些你所要达不到的一些世界。最后呢，他呢，哎，就把这个鱼呢放到大海里面了。当然，我也觉得新加坡的环境是不太适合放生。马来西亚有些地方可以，可是呢，我去马来西亚弘法的时候也很麻烦，因为呢，我们马来西亚的人都知道佛教徒初一跟十五都放生，所以上面放生，下面在捞鱼啊。所以佛教徒做功德还是要有智慧，慈悲的先决条件要有智慧。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苦难的人值得你去帮助，孤儿院、养老院、育幼院、残障人员、性侵犯或暴力的家庭，有很多很多，乃至于流浪狗、流浪猫也值得你去关怀。但是啊，我觉得呢，先要有智慧啊。师父没有说放生不可以，因为放生是佛陀说的，但我觉得现在的放生要有智慧。所以假如佛教可以像刚才你看到那部电影的话，每人看到 so sweet so cute， 那你都会从你周遭的小狗小猫以及你周遭的朋友真心的关心他。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好，请看下面经文，因为我今天还有介绍其他的，请看丁午176页22行，真诚不懈，你对于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有坚定的信愿行。接下来就要看真丁午，真诚不懈，不懈就是呢不懈怠，就是不可以 always say I'm busy and lazy， 不可以。 You should practice more hard。 英文讲
from your side, you should always do your best. 对不对？从你的角度，你一定要尽心尽力。当然，每个人尽心尽力的标准是不一样，但是至少呢，我觉得你听这部经啊，好了，我不要再加功课了，再加功课可能呢，全部都跑光了。听说有些莲友很怕参加师父的这个一日禅修，因为呢，新加坡人最怕做功课。不是这样想，你要想你现在不做，等到你断气了，或呢 disabled 的，或是老人痴呆症的时候，你什么体力都没得做啊。朝圣也要趁年轻，修持也要趁现在。好，所以请看，真诚不懈，圆满所愿分三，勿一加行观智。善男子，此法为妙，加行观智。传统上待会会介绍东密要修东密四加行。好，藏传佛教也有四加行。有了这个加行以后，你再修本尊法，就会升起无量微妙观察的智慧，一切事出世间都会相应，对你所求如愿，汝于未来当得是微妙心法。意思是说，前面的这个除盖藏菩萨，对不对？去见了莲花上如来，莲花上如来为他讲的这个十二则段的陀罗尼功德，说将来你一定会学到这个法。为什么呢？这个六字大明咒是比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非常善加守护、善助心、善加守护安住，而且生生世世都修持也弘扬的法门。所以你将来会学到这六字大明陀罗尼，有这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好，翻过来请看177。悟二，求法艰难。就是说，善男子，我以加行。好，以加行遍历过无数百千俱之那余多的世界呢，到彼无量寿如来所，就说莲花上如来讲他过去世啊，好，我也是呢，经过很多很多世界求法非常艰辛，到最后我到达了无量寿如来，无量寿如来就是阿弥陀如来，在他合掌面前呢，为了求法故，我也曾经像你这样放声大哭过，最后我才求到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法的。好，在这里我可能要解释一下，你会说，哎呀，师父你讲经文很精彩，听起来学六字大明咒好像很难，的确。可是呢，现在啊，我走到哪里好像大家都在听 Om Mani Padme Hum 啊，然后我到尼泊尔呢，这个卖 souvenir 的地方也都很多人播 Om Mani Padme Hum 的 CD， 没有错，那是大悲观音菩萨的愿力。贤劫千佛里面有很多众生啊，他是听不到六字大明咒这个法门的，因为他的业力盖住了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些人听到了，但是他并不了解他的道理。你了解道理跟不了解道理，所念出来的功德力也不同。第三，就是有些人呢，他并不知道六字大明咒细微的仪轨的观想，了解吗？第四，你了解的道理，你又仪轨，那你又能够杀起广大的愿心，按照仪轨观想，然后加上发愿跟观想的话，大悲观音菩萨就会亲自在你面前现前。所以它是有层次的 different level of listen this mantra， 知道吗？所以各位不要认为你听了很容易，错，六字大明咒的这个万咒之王是包含一切的三藏十二部的教法，诸佛如来的大悲心。接下来啊，请看经文。使无量寿如来知道我以及看到我因地以及未来的因缘，就告诉我说，善男子，你需要这六字大明咒的观行余劫吗？好，这里叫做观行余劫，就是指他详细的修持方法。好，这个待会我会再说，这里我插补一段，先看这边的经文。观行于前，请看幻灯片，无量寿如来中间这尊阿弥陀佛。我们讲阿弥陀佛是指化身佛，讲阿弥陀佛另外有个名号叫无量寿佛。
可是假如以阿弥陀佛跟无量寿佛两个梵文字不同，但是若以法身跟这个报身跟化身来解释，化身叫做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引你。可是南无无量寿如来呢，是指报身佛。所以你请看，阿弥陀佛是坐着的啊，而且他穿的袈裟是红色的，跟西藏的莲花布。所以中国的阿弥陀佛都是雕金色的，可是在这个唐卡里你可以画。